要去少时的阴街卖人魂。启禀千岁，花轿到，搭上堂来冰箱进府，搭上堂来冰箱进府啊。暂礼上来，无疑。今日官人事，各有各是非。两个小花脸，一对花棒槌。你甭嫌他丑，他甭嫌你黑。洞房花烛夜，方知谁跟谁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？我早知道他是谁了。洞月。每人一份，下边去领。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没想到我还真的被程家小姐给娶过门来了。待我掀开盖头，观看美人变了。哎呦，程家小姐，你我既成为夫妻了，你又何必怎么害臊呢？来来来，你把手放下来，叫我好好的瞻仰瞻仰。哎呦，我的妈呀！盆头黄满牙，鼻孔长发，两只手伸出来，牙塞过钢钻，裙边下露出了那赤耳的金莲呐，我不是木叶插洞藏痴仙，火风的呀魔怪呀，你将我来缠。哎呀，摘茬不对呀，那程家小姐我是亲眼瞧见过的，长得是如花似玉，甭提有多么好看了，怎么今儿个变成个大老妖了？哟，这茬儿不对呀、啊、怎么了？临上轿的时候我妈跟我说来着，孩子自管的前去，管保配一个如意的郎君，今儿个怎么长这模样了？这是，哎呦，他还嫌我长得不好看呢。您也不拿镜子照照您这副尊容，哎，谁受得了哦？小奴家古来就这长相，他还古来就这长相。千不该万不该，我不该假冒穆居易的名字前去娶亲，实指望娶个美貌佳人，没想到弄这么个秃尾巴鹌鹑嘞。哎呦，这可怎么好哦。哎，有了，趁着花轿还没走，我把他原封不动的再给送回去。哎，就是这个主意。哎呦，不知道人家答应不答应哦。我说
程家大奶奶。哎，什么？哦，大美人。哎，对了，哎，咱们保持距离啊，保持距离。哎哎哎哎，说吧。实话告诉您说啊，我不是穆居易啊，你不是我那个穆郎啊，我都成了狼狈了。我那你是谁呀？我是镐京朱焕然，是我假冒穆居易的名字前去娶亲，没想到把您给娶过门来了。我前思后想的，觉得对不起程老先生。哎，这么着吧，趁着花轿还没走，我把您原封不动的再给送回去，您瞧怎么样啊？治了。哎呦，这是什么鸟叫唤呢？想奴家乃是堂堂兵部侍郎的大小姐，岂能容你如此的轻贱吗？谁敢轻贱您呢？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呢别嫌我长得丑。不敢。我也别嫌你长得不济。您多包涵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个份儿上了。哪个份儿上了呀？木已成舟了。哎呦，您这碗粥没法喝呀。生米已然煮成熟饭了。您这碗饭也没法咽呐。咱们就这么着了。哎呀，别介别介，您我是无福消受，您还是请回吧。怎么着，不答应啊？不答应。走，上哪儿去？找皇帝老官去。找他干什么呀？我告你小子冒名顶替。啊，冒名顶替？哎，答应不答应？哎呀，答应不答应？我答应了。怎么着，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。可是这么着啊，啊，打今儿个起呀，铺床叠被打洗脸水的事儿都交给你。这我也不会呀。哎，你小小就会了呀。小小就会了。会了呀。哎，答应不答应啊？这我答应了。怎么着，你答应了？我答应了。你认命了？我认命了。哎，如此狼啊。哎呦，谁受得了哦。
使秦乱子才打甚命恩，本帅洪公大明家前微臣，官拜五省金六十之职，只因南方贼寇作乱，身上命亡挂帅，也曾居间前兵部侍郎陈婆帮办军务，这其日未见到来中军，又伺候了。是，公公大人到。齐元帅，公公大人到。有请，有请。不知公公大人驾到，未曾冤因，当面赐罪。岂敢，元帅用兵多受辛苦，为国勤劳何言辛苦？但不知近日军情如何？盘子甚是猖獗，待等大人到此画策。元帅，咱家要在元帅台前举荐一人，不知可容纳否？公公举荐之人定然不差，但不知此人姓字名谁？就是前京赵尹穆建业之子穆居义，此人可算得文武全才呀。此人现在何时？现在帐外。众军有，唤穆居义进帐。是，穆居义进帐来也。齐某追鲁迅讨逼学班长，参见公公年本。罢了罢了，见过元帅。参见元帅。少礼，请坐。谢坐。
实才公公言道，足下智勇双全，民力较长，久烦足下点动军马，与此对敌而合。多谢元帅一提拔。后长白烟与公公大人同饮，朕的事。才子胸藏百万兵，书生马上也英雄。临阵必须心仔细，不负青云怎见功。请冒名取得成家女，谁知也是冒名人。哎，活糟哦，活糟！实指望娶个美貌佳人，没想到抬回个大妖怪。哎呦，这一高兴啊，还好，稍不留神他是非打即骂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哟？走。来，你活神你得谋家，你不是那个看相的吗？赵王，你干什么来了？前来讨寡人来了。哎呦，不是给过你了吗？老们有两箱搜来啊。待日以后，若是粮草不足，再来解逃。随到随拿。老们，有回山。哈哈。哎呦，告诉你说，刚才来了一伙强人，把咱们家抢的是一干二净的，这可怎么好啊？可不是嘛，差点啊被我也给绑跑喽。还不如抢走了呢。哎，你说什么呀？我也瞧出来了啊，这都是你呀，平日里作恶多端，才遭此报应喽。往后可怎么办呢？甭说别的了，赶紧的找范哲去吧。那咱们走吧。哎，走吧。朕莫欺心，欺心害自身。唉，也是老身偏心太过，指望将大女儿许配穆公子，谁想
又被那丑陋的之患染骗了去了。唉，这且不言，闻得曹寇作乱，眼看杀到庄前，我不免将儿女儿唤将出来，去他结账家中躲避躲避。丫鬟，有，请二小姐吃汤。是，有请二小姐吃汤。作乱，眼看杀到庄前，我有意带领我儿去你结账家中躲避躲避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母亲，请稍待。哎呀，切齿！那日知千岁舍计谋我，未得成功。今日若到他家，岂能如母亲吧？还是不去的好。啊，母亲，大姐家中孩儿是不愿前去。冤家呀！
什么羞惭二字？
我只得到山坡向求云堂，参见大人。罢了，大人到此何事？求见元帅。臣大人稍待，有请元帅。何事？臣大人求见。是我迟疑，元帅迟疑。大人，大人到此必有见教。下官此女与穆居易原定前年四月完婚，后因军情紧急奉旨前来，婚事嘛故而搁期。如今郡事初定，小女又避难至此，敢烦元帅佐之，与他二人完婚，不知元帅可应允否？好，此乃军中一段佳话，有何不可？何不请郑公公到此一同商议日何？就依元帅。众军有，拿我命帖，请郑公公到此一叙。是。公公到来，此事必然成功啊！齐元帅，周公公到，有请，有请。为了何事？啊，公公，臣大人小些早年与穆居易订过婚期，此事公公你是知道的呀。不错，这事咱家早就知道了。如今因中无事，臣大人小些又避难至此，下官佐之与他二人完成花烛，岂不是喜事一件呐？太好了，何不把穆大人请来，当面说明此事呢？好，众军有，有请穆大人。是，有请穆大人来也。以身金不战，立志造风烟。参见公公元帅年伯。罢了罢了，坐着坐着。谢坐。传魔将进帐，有何军情一压论？恭喜穆师兄，贺喜穆师兄，喜从何来呀？只因陈大人小姐避难至此，如今营中无事，本帅所知与你二人完成花烛，岂不美哉？启禀元帅，晚生也曾发过誓愿，
功名不就，誓不娶妻。前日身上奉师兄一位镇威将军，这还不算功臣名就吗？这个什么这个那个的，你从前所说的话咱家也都知道，如今封官授爵，再说功名没有成就，那可就说不下去了。再说程家小姐又避难至此，正好趁此机会完成花烛，你要是在这个那个的，元帅的面子可也要紧呐。哎，怎么办吧，今儿个就是好日子，程大人赶紧请回，吩咐令爱上庄，我元帅随后就到。哦，是是是，哈哈，谢谢，这就好了，这就好了，哈哈哈哈。哎，傻小子，别愣着了，赶紧打扮去吧。是是是是，这二姑真乃多管闲事。哎，元帅，我看穆大人一提起此事总是有些个不愿意，这是怎么回事事啊？莫非程家小姐长得丑陋不成？程家小姐咱家也曾见过，长得十分美貌啊。哎呀呀，这倒难了。说什么男女不男，你我二人既然担待此事，就要与他们办成了才是啊。好，你我前去催他装扮起来。好，正是。说媒如同保障，两造都要为难。请家业俱被贼抢光，如今成了讨饭郎。想不到我的家业被强盗抢的是一干二净的，只落得沿街乞讨。这时候啊，我岳母又投奔我来了，整天的跟我要吃要喝的，这日子可怎么过哟？哎，有嘞，我呀把他老人家请出来跟他要个吃饭的主意。有请岳母。不想弄巧凡尘拙，如今成了讨饭婆。贤婿，别闲了，再闲就吃不得了。事到如今，有什么长策无忧？这会儿我连短策也没了。闻得你岳父现在南方得胜，前去投奔于他，你看如何？上我岳父那儿去？要去你们去，我可不去啊！哎妈，他不去呀、啊，咱们去。哎，别介别介别介，我也去吧。你怎么又去了呢？我哪舍得了你哟、哎、我也舍不了你哟。走吧。悔恨错嫁亲生女，俺俩婚thank you.
元帅哪儿去？东方之中，看可明白？洞房那个地方咋家我去的吗？有道是三里无大小可以去得的。怎么着？去得的？去得的。好，待咱家今天也来经验经验这趟子事儿。公公请。元帅请。穆师兄在哪里？穆大人在哪儿呢？穆师兄在哪里？恭喜贺喜，二位又来了。哎呦，多干呐！阿公公，哪个叫我们自己要进来的？只得自己找一个座位，自己坐下吧。怎么着？自己找个位子坐下。自己坐下。那么元帅，公公，请坐。请坐。穆师兄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？怎么是万山的不是啊？我们做媒人的进得洞房，你理也不理，猜也不猜，倒叫我等好难看呐。有道是新人上了床，媒人扔出了墙，此之谓也。如今这新人尚未上床，怎么就将这媒人真吃强了吗？请问二姑天爱则甚呐？我们是媒人呐。是啊，媒一时辰也就是了，何必又来宾碰啊？这话越发急了，像我们做媒人的恨不得欢欢喜喜将你们送入洞房，也了求了我们一桩心事，怎么反是其逼迫儿子来了吗？如此多谢二公的岂敢矣。哎呦哎呦，元帅呀，您在这儿待着吧，我待不住了，我回去了。阿公公慢来慢来，此事越是着急越办不周全。怎么能让我不着急呢？想此事初次对他提起，他就是大大的不悦，如今又是这般的光景，我想其中定有缘故，我要问他一问呢。元帅，别问了，问准得碰钉子。一定要问。怎么着？一定要问。一定要问。那么元帅你去，咱家可有点不耐烦了。公公请坐，公公请坐。啊，穆师兄。元帅，近来大喜之日，师兄总是愁容满面，莫非有什么缘故不成？此非军礼大事，何劳元帅你动分？元帅是个钉子，可就得碰吧。虽非军礼大事，想此事乃是本帅一力承担，少不得要问他个水龙儿是吃。元帅一定要问，一定要问。就请问那陈家脸婆，他那心中自然明白。哎，元帅，他说什么来着？他是陈大人明白此事。怎么着？陈大人明白？嗯，哈哈，莫非这老头有什么把戏不成？把他叫来问问他。哦，是是是是，有请陈大人。只为女儿求婚配，倒叫朋友分一周旋。元帅大人，里面实话。参见公公。罢了罢了，将下官还吃有何事意？近来大喜之日，穆师兄总是愁容满面，我的问起亲友，他是陈大人你心中明白，
大人，你既然心中明白，何不对我们讲上一讲啊？对呀，你说说咱家听听。哎呀，我也是一些个儿也不知呀。啊，你也不晓么？哦，是了，前者提起此事，他就是大大的不悦，日今又是这般的光景，干烦元帅前去问他，他到底为了何事如此的不悦，何方直言呐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元帅，你问问去。哦，是是是，阿穆师兄，陈大人言道，他也是一线儿也不小。师兄，你我既是至交，何方明言呐、啊？当初定亲之后，陈年伯约我住在他家，有一日晚上忽然不辞而去，请问陈年伯他可知晓？对呀、啊、元帅，你问问他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陈大人，元帅，穆师兄言道，你们定亲之后有一夜他不辞而去，此事可是有的？不错，有的。哦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怎么是下官的不是呢？他既然不辞而去，想必对这门婚事不满，就该做罢。你呀、啊，为何又来勉强啊？对呀、啊，你干嘛这么死乞白赖的呢？干烦元帅再去问他，他到底为了何事要不辞而去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元帅，你问问去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穆师兄，你到底为了何事要不辞而去呀？此事关系人家的归国，本当不该勉强，只是元帅一定要问，我也顾不得了。是了得好，那夜晚上正在他家施官问去，他的女儿亲自前来私奔与我，是我用计将他推去，事后本当与年伯说明退却亲事，只是有空商量他的见面。二公听讲啊，晚上也能要这私奔之地。怎么着，还有这档子事儿？难怪人家孩子不愿意呢。元帅、你问问他。哦，是是是。真又是你的不是了、怎么又是下官的不是呢？不是也罢。元帅有何进言，当面请讲。时将迟来，恐伤了你的见面呐、啊。有话就讲，我倒不在乎。好，穆师兄言道，有一夜他在你家施官问事，你的女儿亲自前去私奔，想着女孩儿家就该谨守闺门的才是，这岂不是你治家不严之罪了吗？哦，他就是为了这桩小事啊。啊，此事欢笑啊！哈哈哈哈哈哈！他还乐得出来呀、啊！干烦元帅再去问他，那夜私奔的女子，他可是亲眼得见？他的相貌如何？对呀、啊，元帅、你问问他，问问他。哦，是是是。啊，穆师兄，那夜私奔的女子可是你亲眼得见呐？我是亲眼得见，简直再一见。容貌如何？吓煞人也。难怪如此啊！啊，陈大人，他是亲眼得见，简直再见，那副尊容嘛，吓煞人也。这就好了，再去问他今夜的新娘子，他可曾见过？这倒不曾问过。啊，穆师兄，今夜的新娘子你可曾见过啊？
这倒不曾。哎呀呀呀，阿陈大人他不曾见过。这就好了，今夜的新娘子若是那夜私奔之人，我不但任凭他退婚，我还情愿受责。这倒是要讲的。阿穆师兄，陈大人言道，今夜的新娘子还请你看上一看，若是那夜私奔之人，陈大人不但任凭你退婚，还情愿受责。元帅，还是不看也罢。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，一定要看，只怕看了今晚越发地睡不着了。傻小子，你要是看了，你想睡呀、你都睡不着了。元帅请。公请。待我看上一看，看上一样。呀，怎么变成一个绝色的女子啊？可是那也私奔之人，非也，非也，我拿鸟枪打你，不是的，不是的，不是 的，一些儿也不是的。哎，阵阵齐有。都是下官的不是，下官这厢退了。啊，这是从何时起呀？啊，岳父大人，好叫人难堪呐、我跪下了。哦，贤婿，快快起来。娘子。下官这厢重重赔礼，重重赔礼了。啊，好难做的媒人呐、元帅，改日赴京请罪就是。见面上下不去呀、我跪下了、快快请起，快快请起。娘子。不是，万不是，都是下官的不是，下官这下赔礼了。哎，这是哪里说起呢？啊，公公公公，我还得是婆婆呢。我跪下了。嘿，傻小子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哎，说了半天，连口茶还没喝上呢。公公要饮酒，岳父陪吧。二公随我来。哎，元帅，元帅，哪儿去？侯长饮酒吗？这里的事儿呢？这里的事，他们自己会办。乱七八糟的，他们能办得了吗？啊，公公，此事你是个外行，哈哈哈哈哈哈！我可不就是个外行吗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一辈子呢。那我一辈子都不娶媳妇儿了。天来贺喜，少时奉陪。公公请，请请请请。老夫人到，有请。有请奉陪。岳母大姨姐来了，上前见过。母亲万福，罢了。姐姐，哎，结账。哎，过来过来。那天我瞧见的是他。那天晚场我瞧见的还是他呢。得，满拧。行西三二夫婿，后堂大爷大家同饮。